家，又要哥哥送你回家。妈，第一小辣椒还这么凶嘞！喂，哎，你在干嘛？怎么了？我有点饿了，你要不要去吃饭啦？不用，好麻烦哦。不管啦，我在楼下等你哦，拜。怎么了吗？就方琪啊，他约我去吃饭，好麻烦哦。不然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？真的吗？我要去。那快去换衣服吧，他在楼下等了。那个你先说。就是啊，那个邱丽彤怎么也来了？我要吃午餐啊，怎么不行哦？没有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我们下礼拜去看电影好不好？看电影啊？对啊，就是你那部最喜欢的饥饿游戏啊。嗯，一起去吧。我想想哦。都只约林言语，我明明就有在这里啊，把我当隐私人。那就你生日那天空给我咯。什么啊，我没有说要跟你过。你不是没事吗？跟我过啦。奇怪，就没有别人约我。有有有，万人迷林言语怎么会没有人约呢？空给我啦，好不好？好啦。你说要陪我聊天，可是又在读信，每次都这样。他到底是谁呀？我认识吗？你不认识啊。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通信的。骗人！这种事怎么可能忘记？可是我真的没印象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，在那之后就莫名其妙变成笔友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从小记性就不太好，而且是会忘记整个片段那种。所以你们就一直保持联络？对啊。好神奇哟、哦！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啊？他真的很了解我，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一辈子了一样。好笑的是，我居然连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通信都不知道。好深啊，我听不懂哎。就他大概是我除了你之外唯一会讲心事的对象吧。
我不是要听这个啦，我是说你们有没有打算更进一步啦？啊？进到哪去？就进到两个人的小世界啊。哎呦，你在说什么啦？我要睡觉，你赶快出去啦。好啦好啦，晚安。晚安。我就上这了解我啦，我会喜欢哦。啊，对哦，生日快乐！你在害羞什么啊？我都知道了，你还装什么？谢谢。嗯，你还叫我怎么写字哦？不过注意什么安全啊？啊？什么啊？啊，好啦，没事啊，谢谢你哦，我回去换衣服了。觉得他最近怪怪的，常常忘记某些事，还有刚刚那些字，而且那只娃娃明明就不是我送的啊。
晚了。就方琪啊，他要找我去华纳看电影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样下去，他们根本就要在一起啦！喂，哥。就我上次跟你讲那个啊，我喜欢的男生最近跟我室友走得好近哦，他们今天还要去过生日哎，去信义威秀情侣的圣地哎。所以呢，你要我怎样？没有啊，就只是想找你诉苦一下而已嘛。要他们两个真的在一起的话，我要怎么办？就是要去信义威秀是吧？对啊。知道了，不然想办法就是了。先这样。拜啦。需要到这样吗？
为什么那两人要追你？不知道啊，就跑一跑，那两个人就倒在我面前。那他们现在哪里？他在那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只不过是和风琪有点暧昧，而且他也不见得知道你妹也喜欢他。你懂什么？球体桶只有我这么一个哥可以靠，我平衡不了他，我这说什么都得干。其实这次任务要不是你心软，根本就不会失败。为什么你可以把事情看得那么理所当然呢？为什么不行？不管怎样，这次任务失败了，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。怎么办？这样下去不行。喂，郑轩，好久不见啦！哎，你还说？最近过得怎样？哦，还可以啦。怎样？没有啦，就想请你帮个忙而已。哎，你说。就最近有个女孩很嚣张，想请你帮个忙。之前有一天晚上，我在路上也碰到一个长得很可爱。身手也不错，只是那天没带入身符，真的有点可惜。所以 ，OK， OK， 谢啦，搞定。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这两个面具代表我赋予你们的责任，这次的行动不要再失败。是的，我们会完成任务。当天的情况就由你们两个来汇报，有任何状况就通知我。是的。
要回来吃饭吗？要啊，我快到家了。你有没有带钥匙啊？有啊，怎么了？钥匙？什么钥匙啊？好像是房间钥匙，可是就不是我的。试试看你房间对面那扇门。啊，那间不是一直没有出租吗？你先试试看啦。我的出现是为了弥补你的伤口，你的潜意识释放的意志越来越强烈，我快无法强制出现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保护你。喂，今天结束之前你先来穿越大楼。什么？你谁？被抓走了！刚刚我接到电话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他们把方琦抓走，叫我一个人过去。我不知道，不管，我要去找他。
心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上次没踏完的，这次继续。
言语。这次两人的失误是因为这把刀，这次你休想。
起你。嗨，林言语，我是林言语。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同行的这段日子，其实我有个秘密一直藏在心里，没有告诉你。记得你曾经问过我，我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那时候我的回答是，只要你过得快快乐乐，这样就好了。但其实我有个自私的愿望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和你面对面坐着聊天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视，一起做那些平常看起来再自然再无趣不过的事情，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。但有一天其实不是什么太好的词汇，对我来说，有一天是一个背负着希望却永远不会到来的日子。因为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们不可能同时出现，我们不可能面对面做着那些平凡的小事情。一定很难过我在说什么。一直以来你的心一直有个缺口，而我的出现就是为了弥补你的那个缺口。我是你想象出来的那个自己，我的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。我们存在于同一个躯体，但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。我是你的第二个人格，所以我了解你，了解你的想法，知道你的困难，这已经让你有点被骗的感觉了。我就是你，都爱了解你。写这封信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是时候得离开了。现在的你已经有了可以弥补你的伤口，陪伴着你一起走下去的人。虽然很不甘心，我一直以为我会是那个默默守护你的人。无奈的是，从那天你在镜子里看到我，我就知道我大概无法再出现了，我就要消失了。从此以后，不会再有一个叫做林念宇的人写信给你。想要倾诉的话，只能把封起来。虽然我不想跟你说，但我真的是好的。可以答应我一个请求吗？以后我不在了，在路上遇到坏人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跟我打架。一定要小心，要好好保护自己，我才能过着每一天。平凡的日子里，三不五时有些有趣的事情，然后偶尔，只要偶尔想到我就可以了。我只希望，至少在我消失以后，还可以成为你的回忆，最后的回忆。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，林言语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他离开了吗？
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？什么意思？会不会觉得寂寞需要人陪呢？无聊。哎，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啊？哎，你干嘛突然生气啊？这乱告白谁要接受啊？所有的告白是你就接受咯。你在这边等我一下，不要走。女云小姐，你愿意跟方先生在一起吗？起来了，哥哥在看了。哦，你都不回答我。是你就会接受？小了，对不起。是我再告白一次，你就对不起。等一下，好，我知道。那个。喂哥，等一下，我忘记了。他怎么了？林彦，你的话嘞？没听到。3, 2, 1 ，Action！ 有了。3, 2, 1，开始。直接往后躺了。2, 1，开始。
一开始，超逼真的，哎，超逼真的，你刚刚超真，嗯，可以责怪我，他都已经受伤了，都已经伤成这样子，打得这么累，差点还晒伤，太阳，太阳，对呀，我们真的，林志颖、陈志宇，还有方鹏翔，方鹏翔最先走，方鹏翔，他是。妈呀，上次打那么烂，然后我还在旁边指导他，然后现在哦，我在这边打成这样子，然后还……哎，方文祥，你是故意忘记带胶带了吗？我有疑问，一个变态。哈哈哈哈哈！李凡看我不爽的怨念。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啊，我不爽，只是这边实在太热了。嗯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来了你好吗？真心感谢，珍重再见，期待再相逢。来了你好，哎，好，我上 L 四条。哎 ，L 四这边怎么唱 ？Just to hear you breathing, watch your smile while you are sleeping。好，我不唱了，我刚刚乱唱了。我加入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现在要录的是第一段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哈哈哈，好了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，要来喽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现在录的是第一段。凤凰刚不轻柔了。我是 gay， 我是 gay， 我是 gay， 我是 gay。没有啦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好奇怪。就是啊，大姐又来了。靠背啊！身体好没有啊？重来就好，重来就好。好好，重来就好了，没关系。那，好了。这是我妈。哎，听说我们杀青了。四月七号凌晨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可能是两点半或三点。要多久？那我们应该是最后杀青了。